大鹏哥，觉得这餐印度饭咋样？不好吃。能吃习惯吗？还行。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想象吧，挺难吃，但是吃完感觉挺好吃。你呢？我都吃得惯，我只有这个吃不惯。但这个吃不惯，但是他说是姜做的，对，我就要吃。养生吗？好吃是给这个这么点是吧？对。不好吃是这么点。对。好吃吗？我牵着马，这个，看，小马你拿过来。对。哎呀，这个小山猪，好可爱呀！好，我好想跟吃。买了一堆鞋，像卖鞋的似的。能钓住鱼不？必须的，等着我好消停。好嘞。给你咬一口。好吃吗？对。嗨，大家好，我是莉莉。嗨，大家好，我是莉莉兔。猴仙儿。我们现在去吃的就是我身后的这间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呢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好漂亮，太有特色了这个。要吃的就是这一间，这一间店呢，其实它还有一间分店。我上次拍视频呢，拍的是分店，然后今天呢是来吃他家，在新世界的这间店。Hello。全是你这个套餐包的。是香蕉片吗？对，炸香蕉片。我们要开餐了。好吃吗？咋样，大鹏哥？你要吃下这饭。酸不酸？惯了，不惯就吃白饭了。不惯就吃白饭了。大鹏哥，觉得这餐印度饭咋样？不好吃。不好吃啊？你不喜欢是不是？咋样啊？能吃习惯吗？还行。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想象吧，挺难吃，但是吃完感觉挺好吃。感觉还可以。这个料，二三四五六七种料。这个吃不太惯。有一股中药味儿，其他都挺好。你呢？我都吃得惯，我只有这个吃不惯。但这个吃不惯，但是他说是姜做的，对，我就要吃。养生吗？对身体好啊。对呀。还有我们先生吃的，你最爱吃哪个了？他每次吃他是吃不完的，所以他都点很少的量了。我是每一样我都非常喜欢吃。每一样我都特别爱吃。要不，这是鱿鱼。鱿鱼还有，好吃是给这个这么多是吧？对。
不好吃是特别好吃。对，你觉得这个好吃还是不好吃？好吃，就不用说了。好吃啊！啊，看我们都是这样的。到你了，好吃还是不好吃？当然好吃了。好了。而且特别是这个芒果，特别香。对。没有吃过这种做法。你们对这一餐还满意吗？满意，满意。满意啊？吃啥的？你吃哪个好吃？尝尝这块油饼。你还没吃呢。我光吃这个饭我都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吃，你再不吃真是没有了。好吃啊。这个其实也好吃。这个有一点咸蛋儿的，其实有点像锅巴，然后还没有锅巴那么硬，它薄脆，它有点咸蛋，挺好吃的。好吃。你的奶茶呢？拉茶呢？好喝。这边的饮品就不用说了，我都爱。你在国内是不喝饮品的哈？从来都不喝，好多年都不喝，然后在这边想喝一餐不喝都受不了。想念啊！大鹏哥猜一下多少钱？谢谢大鹏哥，154。我们现在吃完了，然后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跳蚤市场 ，King Basketball。出来旁边就是这个，然后小玲珑，你的女儿就想吃冰淇淋，看这儿了。OK， 谢谢。好吃吗，小玲珑？你最爱吃的是吗？你不吃饭，你只吃冰淇淋是吗？但是我吃鱿鱼了。啊，你吃鱿鱼了，还吃啥了？我们到了，这是哪儿？我们到了跳蚤，跳蚤游乐场。这你给起的外号，走吧。刘老板又消费了呗？这是这期的那个艺术展啊，还蛮漂亮的。我们来到了周天央。你来周天央干啥来了？ I don't know。给大鹏哥找鱼钩啊，鱼钩。这里的鱼老美了，老多了。老先生，还慢慢看。对呀、啊。这里养鱼的一些工具啊，还有一些鱼缸啊，都是有卖的。你拿的是什么呀？打狗棒。我们现在来到哪儿了？你知道不？植物园。冰城植物园。是的。有车啊，都有旁边。好美呀、啊！这空气好新鲜，这是天然的负氧离子。嗯。这是猴最喜欢来的地方，猴，好多猴。你这个美丽猴。
这里咋的？这里收费不？免费。免费的。私人都可以进来，狗也可以进来。在这儿呢，来跑这里了呢，我以为你上去了呢。Go， 你说啥？追我呀？我追不上。这里空气好不？哎，上山是蛮累的。哇，已经开始飙汗了。今天天气还好啊，没那么晒，听着鸟叫。小鱼，哇，你大哥是保护你们的。我和老甄的那个婚纱照之前就想在这里拍的，因为这里蚊子太多了，放弃了。现在走到了瀑布这边了。猴总跟那些个猴头聊了一下，刚才啊，猴头开刚才把那帮猴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说了这条道一只猴都不想出来，然后现在就一只猴也没有。猴仙说话还是挺好使，是不是？这什么呀？这给你万一有。有紧急的呼吸不到就打开这个，就给你呼吸。哦，这个机器。对。我们两个现在等他们一家三口在那儿拍照呢。唐山骑马灯了个灯，后面跟着。哥的第一个椰子，哎妈呀，还给我了，谢谢呗，女士优先来吧。我们的椰水来了，这大鹏哥又换个地方买钓鱼的东西，这间店也非常多东西。我们来吃肉骨茶了，我的最爱就是。一堆鞋呀，买了一堆鞋。点的炒粿条哈，对，我们开餐喽。这个就是猴住的酒店，我们现在来高尔夫球场了，来打球。点个中餐来这里，你要吃什么？他家什么好吃啊？他家啥都好吃，全都好吃。现在有这个榴莲的特餐，全部都是榴莲的。我们现在要先吃一点东西，然后吃完东西我们再打球。我们把那个体能先补充好。榴莲披萨。对，点了榴莲披萨，然后我们点了红豆冰，他们这个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个春卷。Thank you。Thank you.
我们要开餐了，非常丰盛的一餐。超级好吃。我们吃完东西了，现在去练习场打球。小月牙，小月牙，我们要打球了。我们买了200粒。Don't ever let them get inside your head. They'll tell you what to do in life instead. With everything you know that you can get. Don't let them guide your life towards regret. 第一次打，相当厉害了。My past is filled with things I won't forget. I use them all to push me to my best. So treat the worst of times just like a test.If only I could go back in time, I'd tell myself that everything will end up alright. Just push yourself, test yourself, figure out what you like. Find your limits, don't be rigid, always work towards a prime. Surround yourself with the prime. 哦呦，好球！你觉得这个咋样打球？还行吧，但是没有钓鱼有意思。还是钓鱼来。就喜欢钓鱼啊。对，钓鱼过瘾。嗯。钓鱼过瘾。但你第一次打已经非常好了，你知道吗？钓鱼的功劳，钓鱼的功劳，钓鱼那功劳，我甩那个甩那轮啊，我那水滴轮，一般人甩不了啊，没不练个半年或者也甩不了那样。是吗？回酒店了，回酒店拿水啊。又给他们送到酒店了，又换了一个酒店。我们现在先去沙滩走一走，是不是？先不回房间。沙滩喽，宝贝，沙滩喽，去沙滩喽。这个海滩就是我平时经常来的海滩。太喜欢了，太美了，是不是？然后刚好你的酒店也是在这儿。对啊。好美了。这大鹏哥要上这里甩两杆。大鹏哥。能钓到鱼吗？好嘞。